家看一下，拉姆已经到这里了，哇，后面像城堡一样，真的好漂亮哦。Hello， 早上好，我已经起来了，然后下午要去我们的布展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觉得城堡就已经到了，这些都是让家里人寄过来的。好，现在的话，简单的收拾一下，我就出门了。没有糌粑，只能吃油条、豆浆。尝试一下内地人的早餐，还可以。因为我不喜欢吃包子，只能吃油条了。大家看一下，这里面装的可能是几万块钱，就是虫草。然后呢，我早上也背过来了，因为这个是自己家里人让他们弄的包装。这的话，这边贴了一个标签，然后我们想着把它撕开。主要就是想给大家展示自己家里的草头，现在挨个把我们的无下草摆起来，展箱的话时间也快到了，好，开始摆了。我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展厅里的其他一些产品，看一下，这里是一楼，云南的、新疆的都有，全都是各地的特色产品。是哪里的服装？很漂亮啊！遇到老乡了，他们应该是日喀则的。这边有好多牦牛肉干，这里还有人参果，看一下，它是煮着吃，美容养颜特别好。然后的话，羊肚卷在这里是，好香，哦，好热闹啊！有宝子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里还有好多坚果。哦，明天好像这里有表演，真期待呀。Five minutes later， 今天布展结束了，然后我问我们上海的朋友，他们说一定要去上海的外滩。外滩是什么地方？上海滩啊。我们现在开着车过去看一看上海滩，看看什么好吃的、好玩的，欢迎你们打卡。自己认为的话，外滩就感觉全部都是一些商铺呀，就是买东西的地方。没想到，大概这些都是银行呢，工商银行、农业银行。前面看到一个银行，银行有钱啊。哦，所以租了这个房子。我也不知道。外滩这边有个饭店，这边叫花谷饭店，现在叫什么忘了。来上海一定要住一家那个酒店，那酒店挺贵的。多少？不要钱。算了，对不起了。我们这次住的酒店也很便宜，而且特别小，抢救一下。咱就是说，上海的公交车都这么好看的吧，粉粉的，那么洋气。这是一层二层的吗？还是什么呀？哦，真的太美了。哇。像城堡一样，真的好漂亮哦。然后刚刚我们想着去就是坐船，但是时间过了，因为我们展销会是9点，然后出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，然后我们下次抽个时间去坐个游船。然后今天就主要就逛一下这里，看看有什么其他地方玩的。万国建筑突然停电了，关灯了，关灯了。我们朋友说关灯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我说为什么要关灯，是不是电费很贵？他们差点被我给笑死了。我们突然觉得有点饿，然后想着去吃火锅，去吃一下海底捞。平时大家都说在海底捞什么什么好，什么什么好，今天去感受一下。来吃饭喽，海底捞服务态度特别好。这个没给之前，我已经开始吃了。光盘行动可我做起，不用说什么，看这边就能知道味道有多好了。吃点水果就回去了。喜欢看我视频的朋友们可以点击下方订阅小铃铛持续关注，还有 ins 和 facebook 也不要忘记关注哦，谢谢大家。